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女星郑爽出道七年，之前和洋洋搭档演出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女神形象深植人心，人气水涨船高，一举一动都是众人的焦点。然而在综艺节目或被路人撞见拍戏现场时，总是整个人躺在椅子上，时常被网友批评是不是在耍大牌。但其实她总是蹲或躺着的背后的原因令人心疼。郑爽总是给人坚强正向的形象，但录制节目的时候总是捕捉到蹲着或躺着的身影。据报道，原来是因为她的腰曾在学习舞蹈的时候受伤，因为长期的工作疲劳造成了腰肌劳损。但她在寂寞空庭春玉碗中，不管是杖型还是罚跪都没有一句怨言的拍摄。香港演员刘恺威也曾在节目透露，在古装戏中只要看见有官衔的人就要鞠躬或下跪的，但是他都有坚持的做，从来没有说过我腰好痛。看见他总是蹲在一边的样子也相当心疼不舍。